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伊德。今天又到了一个说走就走的视频，这次选择方式会跟上次的两期都不一样。我们这次会去路上找一个路人帮我们选目的地。Let go, bro。可惜你这次不能跟我一起去 ，bro。哎呀，不是每次我都来，多无聊啊！加油，好，加油，还放，谢谢，玩得开心啊！拜拜。我刚刚没有介绍我的好兄弟Sean，但是你们应该看过他，他也出现，是 OG 好吗？你是 OG 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路人，我觉得这是我 like 最紧张的一次，因为我最不喜欢去找路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就是很尴尬，很 uncomfortable。这样会自信一点 ，bro。哦，对，我们就是希望会去海南，对吧？对，我超希望会，真的想去海南。我看到人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那边找。Right. 你好，我在拍一个视频，然后我们刚刚找到了一个路人，然后选好了，但是他没有路。除了前面后面中间的都没有录到，所以我们要重新找一个人帮我们。本来是哪个地方？本来是江苏那个叫楚宁吧，还是对？然后但是我们没有拍到，所以要重新做。Yeah, a couple over there, like way over there. Yeah, I don't know if they'd be down though. 我有这个眼罩，然后只是要戴上去，就是给你戴吗？我戴。你要戴，你碰到哪里就去哪里。一个手指啊，不要五个。别动啊！哇，你也想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怀集。哎，然后什么时候去啊？就现在，说走就走。对对对。就现在。现在去，对对对。到时候可以能看到我吧？在视频里面。对。行。Let's go。我们回来了。怀集你们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怀集广东。所以你们去吗？还是要去？现在去。怀集河。不是怀集河。我已经搞错了。你查一下。我在查怀集县。怀集县，广东省肇庆市辖区，位于广东西北部。怀集县是广东省的主要林区，然后都是树。都是树。对，就是。不错啊。很多山，很多树啊。有人吗？他这里没有提到有人。Let's go. 没走。我现在马上要上飞机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12点会到广州，会待一个晚上，然后明天早上11点会坐什么高铁？高铁到怀集。怀集。对，有点拗口，对不对？怀集。真的很难，上两次感觉时间就比较急，但是这次我们就安排了比较好一点，就是这次我们会在怀集待2天，对吧？对，今天应该也可以在广州玩一下，就可能去吃宵夜啊什么的，所以蹦迪。Let's go 蹦迪。反正安排是这样，走、yeah. ，We'll see you in 广州，拜拜。我们终于到了广州。我的头现在很痛。我们在那个飞机等了很久，就是一直没有起飞，对吧？对，我其实一直想要休息，但是正好坐在我们旁边是一个美国阿姨，她很喜欢聊天。哎，你都睡了好吗？让她一直在跟我聊天，因为我在中间。反正她人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但是一直就是不停的说话。前面的人也都搬到前面去了，因为好像是我们那边太吵了。其实跟他聊天我很开心，但是我现在很累，而且我们要去吃宵夜。嗯，我这次不会错过宵夜。Bro， 现在是几点钟？你知道吗？应该1点半。OK， 对吧？所以我们就赶快找个酒店，然后再赶快过去吧。好，走吧。Bro。Oh my god， 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钟 ，bro。我们 life is so tough。我们刚刚到了我们的酒店， yeah。 然后发现我们一到那边，他们说已经满了。对。然后，他订的是今天，就是明天晚上。然后其实这附近所有的酒店都是订晚了。我们刚刚又找了一个。然后要去，
然后今天我估计不会有宵夜了 bro， 我们肯定没有宵夜了，我又立 flag 了，我上次说要吃宵夜，这次说要吃宵夜，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车，只有自行车，还有蚊子 bro， 还有蚊子，快到了吗 bro？ 还没有，还要走一段路，兄弟。快到了吗 bro？ 还没有。我觉得我可以边走路边睡觉，我真的超级累。Oh my god！ 我们要不在路边休息会儿吧？在路边睡觉吧。我们师傅说我们这里有夜宵，对吧？对。你看一下，你看我们周围。没有夜宵，什么都没有。阿德，你在这个地方睡，我在那个地方睡，正好两个。好的，晚安。晚安。Bro, I'm so tired. I feel like swear words. 我这个 channel 是 family friendly， 所以我不会说脏话，类似宝宝。我们好像到了那个酒店的位置，但是找不到。Bro, 我们要进去吗？我们现在在这里。我们会不会被抢劫啊 ？Bro，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好怕。Bro， 我们的酒店呢？应该不是在这里吧？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就是这边的酒店，他们都是不太接受外宾的。听我的建议，就是我们先回市区吧， oh. 真的没办法。然后明天早上我们真的要迟一点出发啊、嗯！明天的早上票退延迟一点，迟点出发。对、okay、对 对, 对，好。哦 ，bro， 终于到了。我们刚终于找到了一个酒店，一个可以住的地方，一个外国人可以住的地方。哦，现在是4:30，4:30。I'm so tired， 我真的连洗澡都不想洗。哦、好吧，要洗个澡，我要洗个澡，然后睡觉，然后明天要起来，然后去怀去哪里？怀集，对，要去怀集。Bro, I'm so like tired, bro. 大家晚安 ，Good night.